大家好，我是米娜，好久不见。今天呢，跟我一起去波特山庄的托尔兄弟设计中心一起做升级。那我呢，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下做升级的一些心得。那我买的呢是三赛的户型，就是托尔的经典双楼梯。那其实，在托尔购买新房的时候，一般在签合同的那一天呢，其实你要决定你要做的建筑升级。何谓建筑升级呢？就是一切跟架构有关的，比如说楼梯呀，或者是加减房间呀，有几个车库呀，然后要不要加阳光房啊，或者是要不要升大玻璃门啊等等的。波特山庄 Porter Ranch 听起来像一个小说里的城镇，但它其实是俯瞰整个洛杉矶的北岭门户。豪宅林立，主流权贵青睐，拥有全美顶尖私立学校的金领投资社区，既享静谧庭院的繁花，又临高楼林立的繁华。波特山庄离洛杉矶市中心好莱坞比弗利山庄仅有30分钟车程，多条高速纵横贯穿，甚至可以在查特沃茨坐火车前往市中心，仅需10分钟。波特山庄满是视野开阔、空气清新的自然空间，除了现有的14英亩霍雷贝恩松公园，包括运动场、游乐园和步行道等，洛杉矶市还在此规划一座50英亩的公园。引人注目的园区将包括一座10英亩的城市公园，设有露天剧场、野餐区、游戏区、儿童溪水乐园、运动场及社区聚会场所。此外，顶级豪宅建商 Toll Brothers 还预留出40英亩，用于休闲开放空间、远足小径和步行道建设。最关键的是，富庶的波特山庄市政府已经拥有充足的资金建设、开发这些公众设施，不需要多征居民一分钱的税收，没有 Melville 城建税。除了城市自己的公园，10分钟车程之内，还有许多当地和州立公园，石灰窑峡谷公园、Quarter Ridge 公园、帕利塞兹公园、Viking 公园、Stony Point 公园、Santa Susana Pass 国家历史公园、明星的摇篮、精英教育的中心。新建的波特山庄社区学校有着骄人的评分99分、满分100分，曾获得2016加州金色丝带学校奖 California Gold Ribbon Schools Award。2016年，在洛杉矶联合学区的小学中名列前五，附近还有许多出色的私立学校。公立大学包括洛杉矶联合校区和州立大学，以及多所私立学院，距波特山庄同时5分钟到1小时车程不等。此外，波特山庄的居民很多都是毕业于百大名校，且当地学校有很多直升加州理工大学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、南加大、Pepperdine 等南加州顶尖学府的项目，让下一代不仅在距离上靠近名校，也在入学形式上独占鳌头。这里面呢，还很喜欢的一个元素就是生活体验很好，就是生活轻松保障，购物高端时尚。波特山庄医疗设施发达，除了自己城市内的菲西波特山庄医疗中心、普罗维登斯圣十字急救中心等机构，加州最好的医院、全美排名第7的里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，距离波特山庄仅30分钟车程。该医院的所有科室都在美国医疗界排名翘楚，很多外国政商名流和演艺明星都会不远万里前来就医。除了生活无忧，波特山庄更是购物天堂。在顶级豪宅建商托尔兄弟开发的项目社区内，就已经拥有星巴克、百思买、大型超市和各种特色餐厅。所以妮娜总结一下，这个城市就是傍山而建豪宅别墅区，奢华建商协力打造，金领和主流高净值家庭，学区公校满分，私校顶级，配套设施生活体验俱全，不离静谧庭院的繁花，又临高楼林立的繁华，政商名流明星人士汇聚，投资自住资产保升值俱佳。
This tile, I think this is not a rectified tile. It's recommended with a thicker brow brush, so I wouldn't.